量会起起来啊！来量会要食来三千块多啊，三千块量会要食开三千多啊。三千块钱。三千块多龙虾，三千块要食量会啊，量会无上哦，来。今年的龙虾乌子啊，比顶年贵有够侪啦，贵有够侪来，三千多三千块了，龙虾有人要吃无？这餐厅一只七啊五落啊，啊来，这四只就三千块，安尼就三千块啊，来三千块了龙虾啊，来三千有人要吃龙虾无？三千块，三千有人要吃龙虾无？三千块，三千块有人要吃龙虾无？三千多，一定讲对这些主语拢拗掉，来三千三要吃睇下个无？睇下个客个。来三千块，人要吃了，起来我吃啦，先分啊。三千块，人要吃无？还要搁起个？来，这是个料表了无？我先讲哦，来，这四只卖恁三千块哦，恁去餐厅吃吃，恁免了这欢喜啊，听好啊，感谢恁支持啊，吃拢互恁，吃拢互恁，吃拢啊，吃过来，全部招啊，招三个客是一样的，八只同个，八十给你，来三千块了，三千块，两个三千块了，三千块了，来个人要两个无，三千了，来龙虾三千个人要吃无，三千块，要注意哦，落着落外头是哦，来三千块个要吃无，三千块，个人要买一半千五的无，小家庭你毋捌买过，我今日嘛炸正尔，千五个我会炸炸出来啊，千五了啊，来收起来，摆好哦，摆好哦，摆好哦，来，阿姊啊，你这客有人客无？来。哎，生殖器你有买一个虾啊？你甲食看嘛，真正甜不甜？你甲问我啥味道啊？啊，做客人客无？帮我摆一个，清一个，内底甲倒倒的啊，遐倒倒掉啊，清一下啊。啊，是毛肚我卖一个，毛肚拢无卖呢。哎，到后尾食这个、迄个啥物海龟翅无？这炒炒落啊，这一包炒三百，三百加三百好济。两百。唔免六百，唔免五百，两百落，两百块海瓜翅，两百好落。来，谢谢。收起来。来啊，毛肚我卖一个。你甲扛一个，你甲扛一个。搁作侪，搁作侪咯，来。薯条有啊，薯条起起，你要食平价拢有啊。来，平薯条起起，迄边搁有啥物？你若要食飞机套餐，啥物拢有啊？迄是面仓库最后一箱。来，你要食毛肚无？一百落啊，一百块。毛肚，两包哩，三包哩，一百块好，一百块。毛肚搁有要食无？一百俩。毛肚还有人要吃吗？一百块。有啊，好，来谢谢，来谢谢。来，帝王蟹要放起起。帝王鸡腿，来，迄、那个薯条啥物食？啊，这你要一包两包，卖勉强，两包、喔。薯条好食啦、喔，三包哩，四包哩。你再来一包天虾，等个退冰给囡仔食食啊！你绝对过来，过年前你一定快来啊！来，一包够要食一包薯条，来收起来咯，睇下我。有时啊，咱今日无走路以前嘛，大家都讲点嘛，迄个冰箱就是安尼。这上面是三百楼啊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、十一条、十二条、十三条、十四、十五，三百楼啊。来三百个，有人要吃无？一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三百楼。你啊，带因咧客五百，开变车，我讲过啊，算我少，你是过啊是五百入来啊。来，这个有人要吃无？一百楼啊。一包人要吃无？啊，这是下对，嘛伫我遮哟。来个人要啥物？来收掉，落鱼千嘛无带，鱼肚哟，铁路排骨客个。来这进入单上客啦。来鱼肚要吃五百落啊，拢无饲个，台湾个只狗只大地啊，两地三地，即四地买着，我替你饲，你去菜市啊讲嘛，即地个哩五百落啊。来五百个要吃，到下点到无？无饲个台湾个狗个，你看这乌乌只大片，肥肥个啊，有啊吼，来谢谢。来鲍鱼客个，鲍鱼拢无变两下两下客个。春娇，铁路排骨要吃来两百落啊。来两个啊。啊，我要鲍鱼，鲍鱼一个莫两箱起，鲍鱼你先讲，我卖鲍鱼个，金龙三四，迄透过一箱，还佫伊两一箱先呢。我今鲍鱼嘛，再做者四个，来六七，来迄个三五落啊，三百。歹势啊，今仔会炸济，会少我看下啊吼，今仔商品太济啊。三五两下两个，加迄个鲍鱼，鲍鱼佫一箱透过个。有无？啊，做透过一箱鲍鱼做。干部，来鲍鱼要吃开五百做收钱，挂头前你挂头前。你退兵阮白做落啊，这一日即摆我起八十块啊。退兵阮白做一粒鱼啊，五两粒五百，三粒四粒，五粒互你，六粒互你，七粒互你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五百块落。这三包我收上，开五百，无甲你起五百落。来五百个要吃无？退兵阮白做落五百，三几个阿莫想起来，五六七来八来九十五百，退兵这摆多好吃哦，这我规年套当去卖啊。来，来小家庭有要来无？
小家庭的三百六啊，食袂了，春节我卖卖，一粒、两粒、三粒、四粒。来三百有要吃无？小家庭的三百块，三百够要吃啊？三百够无多呀，还无招两个人客。你买一半落啊，两百落，两百块。小家庭的两百块落，两百块落，两百落。来阿叔，提过去结账，结账。来，你鸡啊先拖一箱起，我吹了无？鸡啊？你要吃鸡啊无？规只鸡啊有兴趣无？来牛啊，两要吃三百落啊，鸡腿拢无骨的哦。好，你先拖一箱鸡啊无？鸡啊早坐着。这牛啊两只腿拢无骨的啊，嘿，迄箱拖起来，下骹摸摸个。你拖你拢高平落啊？这一只鸡腿我喊我百八块啊。这三只喊我超过五百啊。我来讲啊，你要吃牛啊两只腿拢无骨的啊，三百上面吃三百块咯。我过来，这种物件拢愈炸愈少，因为我过来要讲一寡人才啊，哦，过来讲一寡较高档的，我才去送你啊，才够你啊，两个人加搞袂落啊，三百块你吃一寡你拢加重个啊，三百块要吃无？三百块。好好，谢谢。三百咯，三百块，冰淇淋同豆豆吃，三百块要吃无？刚果要吃牛啊？好好，谢谢哦。再搁一个，三百大哥收钱是，来阿叔你个扫地话，我袂用，来三百咯。三百拢有啊吗？那边够食袂了，你要买一盘百五食看卖无？150看看，有啊，都有了吗？来，谢谢，来，好，一只单 OK 啊，来，鸡啊留两块，啊，所以我讲恁全部人家帮我淡定一只鸡啊，啊，好食过年哦，恁阿来找我买好不好？我甲叫够济济啦，我啊订过来请食啦，啊，恁食看卖啊，啊，食好食过年啊，去来只两只三只搞买啊。我甲订一只成本上贵，互你食上有质量的一只吼、哦，来。这只鸡啊，板刀你用啊，十人份。外口啊，路边时的板刀，一块刀8000啊，吼、哦，食一只。好嘞，啊，这有加干贝辣子，你伫内底若食无干贝，食无辣子，规只两以上哦，各位钱加当，加这个落啊，你等下换钱，安尼了解啦啊，来。我听听侬讲一句话，我所有鸡肉遮济种，这只成本上贵的，啊，我过年要到，一定互恁食上好的。一只餐厅食起来超过1200，给你订一只1200，我免1200，1800拢唔免啦。这边四只，这边四只，买一只当去淡定看下，看我鸡肉有甜无，好不好？先给钱的先赢，上少给恁350块咯，350块，我阁加几只350咯，350块，350块，这干贝辣子你食看嘛，你饿到家你会得志。350块咩只？干贝栗子乌骨鸡，350块，你买一只当去家用我小食食了吧？350块。钱啊少啊！最后这五只上面来350，最后这四只350上面只拢无啊，350块。有啊吼，啊？你要白鸡啊？有啊哪无？白有啊，啥个啊？是的，麻烦一下好无？来五百。你要一只拢啊给我，一只。来，拢有啊啊！来谢谢。大你要白的好啊？你是要哪底鸡啊白啊，是这个外口这个白咯？鸡啊白。哦，鸡啊，你要鸡啊白啦。我当作你啦，我无无迄落。来，你要白鸡的人家，同款，唔免一千，唔免800，我鸡巴拢卖大只，无卖细只，300咯，300块咯啊，300块。过来要白鸡无？这只白鸡，白鸡就是300，乌鸡就是300块，拢有啊吼。啊，你啊多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自己三只我看落去，用看了，我卖个无，甲国讲。来，阿叔，这三只帮我飞过去，啊，这两只飞较平一点嘛，啊，无两只看无，炸掉是袂当。你这两下对着，只要袂帮我对着，你翘下底边，翘下底只，你喜欢你要管你无嘛？来，阿哥来要吃啥？哦，阿好，我们吃好哦，萝卜糕哦。啊，你会当给一寡肉青啥物好高级的给我卖无？啊，飞机甲给一千块，我来吹者。来，你讲要吃这个萝卜糕300块，要150块，讲要吃100块。萝卜糕上面只要150块，萝卜糕100块咯。你个细胞啊，看你萝卜糕是遐做好食。你过年时啊，你无食只萝卜糕，先过年对吧？咱过年是咪拢会厝妈妈、爸爸是咪拢会蒸只菜头粿？你蒸我来食看嘛，规口大个，你饿了个杂志，150块要食萝卜糕无？来吃。谢谢，150咯。150还有人要吃萝卜糕，你若要想我，一定爱讲我，我想我你哦。150拢有吗？150块要食萝卜糕无？我这纯水糖的萝卜糕用正再来米落去做，你外口白糖绝对买无这种物件。150拢有啊吗？有啊，先收啊、哦，谢谢。来吃。来，谢谢，听我要来哦。来吃。来。伊个花青先给我，迄个肉，迄个花青啊，野生的迄先来，我先阿买一碗粿一边啊。我先买一个花青给恁吃。玉米布丁酥啊。玉米布丁酥。哪块块方便？
有。来，这还袂起个。来，这送点的。这要吃200粒好不好？通抓饼。通抓饼我吃。这一包8块外号，蒸到煞一块，我总28块嘛，要100粒，这嘛要320，咱这手工来做的，你甲煎两盒啊，200粒。来，佫有人要食葱花饼无？200块尔，谢谢。最后一个200无哦。最后一个100粒，没有了，100块，这一天炸6包价位面尔，100粒啊。葱花饼100，手工的。有啊，谢谢。来去啊，迄拢免摆啊，我要拢赶落啊，我要拢进落啊，拢免摆。大，你要买200无？这一包是公斤玉米布丁，好食歹食，你莫问我，你问阮这大哥，大礼拜了吧？这一包是公斤，我要进要35啊，这两包700，唔免啦，200了。来，过来要食玉米布丁，200块，最后一个无啊，200块，两公斤3块斤半，最后这个100了，拢没有了，玉米布丁都只要囡仔孙仔食100块，你问阮大哥看好食无？大礼拜嘛来买这，最后这两包100上面也无啊，收起来，卖浪费时间，遐物件坐着，来收起来，我来介绍一包好物件，鲑鱼、鳕鱼，看有要食鲑鱼甲鳕鱼。鲑鱼、鳕鱼，看有要食鲑鱼甲鳕鱼，还是蒜泥莫龙虾我那边，需要恁欢喜吃。来，蒜泥有要食无？蒜泥要食开500了，鳕鱼，鳕鱼有要食无？三块卖你500块了，500块。500有人要食鳕鱼无？这家生活人要无？足好用哦，收起。蒜泥看有人要食500了。500有人要吃蒜泥的无？500块。500有人要吃鳕鱼的无？500。500有人要吃蒜泥的无？500块。